二级赛千六米东方标行沙田锦标，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咧，咁啊协霸神驹慢咗啦，任我行响尾二都系慢噶啦。前面快嘅马咧，咁啊有呢只嘉应之星美丽传承，出边第三位咧，仲有呢只川河专区啊。内栏第四啦，红帽咧就胜得精彩啦，第五位金枪六十白衫黄帽嘅，响出边仲有幸福掌声啊。内栏上翻多少啦？跟住个第七位咁啊黄衫内栏咧就任我行啦，浅蓝衫尾五与龙共舞啊。咁啊后边嗰四只八宝穿云啦，协霸神。區就內欄白鼻箍尾三嘅，尾二星州司令暫時電流咧係個不添滿意嚟噶。好啦，過咗呢個一千米嘅段處，嘉應之星佔先，咁啊外邊就美麗傳承啊，內欄第三勝得精彩啊，咁啊有少少搶口啊，尾一路響出邊又係得佢三搭啫。川河專區咁啊第四位，中檔第五白衫黃帽有呢只金槍六十啊，元蘭上嗰啲黃衫第六位啊，仲係任我行啦，出邊位置就係呢只幸福掌聲啦，淺藍衫尾五與龍共舞尾四內欄白鼻箍協霸神區。尾三八步穿云啊，后边嗰两匹马咧就星州司令同埋嗰只咧就添满意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转弯入直路啦，前面嘉应之星占先啊，美丽传承就响第二位，外边有川河专区，咁啊入边咧就胜得精彩啊。咁啊见到外边金枪六十咧就攞紧平衡，慢慢已经咬咗上嚟噶啦。再后边噶嘛，与龙共舞咧协霸神区嗰啲兜到嚟，最后二百米到啦，金枪六十真系摇落去，咁啊只马有少少内线，但系越飙越劲啊。后边嘛仲有嘉应之星第二位，出边咧仲有。川河专区嗰啲马接近终点，金枪六十赢埋呢场国际二级赛嘅沙田锦标啊！咁啊，跑第二名嘅马应该系嗰只嘉应之星，好似咧有少惊险啊！临尾可能因为金枪六十咧有少少内闪，咁啊形成咗咧嗰只嘉应之星好似又散唔晒咁样，咁啊一路又上翻啲。咁啊至于后边嘅三四五名嘅马咧，有呢只川河专区啊跑翻个第三，咁啊埋边位置胜得精彩跑第四。锦枪六十再下一城赢出今届嘅二级赛，东方标行沙田锦标入边第二就嘉应之星，第三川河专区，第四胜得精彩。一早都喺个三位入边，即系外边啦，一冚就过晒，收埋条边都冇谂住要打啦。